监察院外交委员会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中，由张秀兰委员担任主席，决议推派委员七人到九人，在今年下半年到日本、韩国和美国访问，宣慰侨胞，了解这些地区使领馆的业务。出国访问的委员名单将另外开会决定。会中也同时决定，请外交委员会的七人小组在下个月提出有关中美外交关系的报告。